收了钱就得办事儿，放心吧，咱们不会辜负你一番好意的。回来了，战果怎么样？ 好困啊！都准备好了吗？ 好了，啊，有新命令了吗？ 放心吧，大炮刚打理过，不会出问题的。哼，小事一桩。 没关系。 南城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哼，整理一下行装，让我们跳起兵来亮个相。弟兄们，准备战斗！ 什么作战计划，跟我冲就对了。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
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奥。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！是要趁早，今天的头功就让给我吧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谨遵吩咐。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指示吧。不要冒进。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哼！这真安静，该不会……赶快结束吧。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还没找到敌人吗？
侦查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去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小菜一碟，就看我的吧。开火！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下命令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前要记得检查枪支的状态哦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哼！伙计们，该你们上场表现了。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就行了。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我准备好了。放心吧，大炮刚打理过，不会出问题的。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啊，有新命令了吗？好困啊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没关系，难缠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轮到我了吗？整理一下行装，让我们骑骑兵来。弟兄们，准备战斗。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铁，破。
没找到敌人吗？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这真安静，该不会有敌人的埋伏？小事一桩。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指示吧。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谨遵吩咐。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好事要趁早，今天的头功就让给我吧。放心吧，大炮刚打理过，不会出问题的。开火！开火！啊，有新命令了吗？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没关系，难缠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哼！整理一下行装。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
兄们，准备战斗！铁，呵！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谨遵吩咐。已经到达指定位，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哼，小事一桩。这真安静，该不会有敌人的埋伏？还没找到敌人吗？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！好事要趁早，今天的头功就让给我吧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侦查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雀。进宫前要记得检查。下命令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小菜一碟，就看我的吧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就行了。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
你们上场表现了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怎么样怎么样，看到我的表现了吗？我可是很厉害的。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啊，有新命令了吗？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！弟兄们，准备战斗！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准备好了，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指示吧。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谨遵吩咐。没关系，难缠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就行了。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趁早，今天的头功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
我需要的是能手刃仇敌的力量，这点成长算不上什么。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对于情报人员，实战经验也是不可或缺的。感谢您让机密局参与这次的任务。
回来了，战果怎么样？要注意武器的保养。公民，请注意要遵。需要物资调配就来找我。雅各宾派很乐意为爱国人士服务。要注意武器的保养。回来了，战果怎么样？
回来了，战果怎么样？整理一下行装，让我们骠骑兵来亮个相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哈！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！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
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就行了。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哈！整理一下行装，让我们跳骑兵来亮个相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哈！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！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哈！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就行了。我早说过了，别管什么作战计划，跟我冲就对了。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哼，整理一下行装，让我们跳骑兵。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！
公民，请需要物资调配就来找我，雅各宾派很乐意为爱国人士服务。需要物资调配就来找我，雅各宾派很乐意为爱国人士服务。回来了，战果怎么样？回来了，战果怎么样？
回来了，战果怎么样？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侦查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雀。下命令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我是在叫我吗？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胆子大的人才能打胜仗，对吗？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哼，小事一桩。轮到我了吗？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
能保护大家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指示吧。还没找到敌人吗？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谨遵吩咐。知道了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是在叫我吗？嗨，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侦查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去。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哼，感觉不错，部队的配合更默契了，继续努力吧。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
都准备好了吗？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已经到达指定位置。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谨遵吩咐。还没找到敌人吗？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啊，是在叫我吗？哦，请指示。新秘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侦察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去。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下命令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轮到我了吗？打起精神，他在后面了。
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哈！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看。公民，需要物资调配就来找我。雅各宾派很乐意为爱国人士服务。回来了，战果怎么样？
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！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。谨遵吩咐。还没找到敌人吗？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？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指示吧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请下命令吧。我相信你的判断。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小事一桩，包。下命令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别，本事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反正哥哥是这么说的。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
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不会再出错了。侦查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去。进宫前要记得检查枪支的状态哦。我的指挥派上用场了吗？太好了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我们跳起兵来亮个相。没关系，南城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
啊，有新命令了吗？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好的，我准备好了。轮到我了吗？好困啊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还没找到敌人吗？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。谨遵吩咐。哼，小事一桩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亏你的指挥，才能有这样的战果，请收下我的敬意吧。如果我们家注定有人要丧身于战场，那就让我来。就包在我身上吧。
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就行了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哼！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，侦查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雀。进攻前要记得检查枪支的状态哦。
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你。啊，有新命令了吗？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哼，整理一下行装，让我们骠骑兵来亮个相。我早说过了，别管什么作战计划，跟我冲就对了。轮到我，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。还没找到敌人吗？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
小事一桩。你们的表现还算可以吧，想要我夸奖你们可还得再加把劲儿。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谨遵吩咐。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就行了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侦查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雀。前要记得检查枪支的状态哦。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轮到我了吗？好的，我准备好了。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好困啊。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
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哼！整理一下行装，让我们票都准备好了吗？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啊，有新命令了吗？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啊，是在叫我吗？身上吧。还没找到敌人吗？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指示吧。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！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哼，小事一桩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太累人了，就没有什么不干活也能填饱肚子的工作吗？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准备好了吗？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是不是太出风头了？作为情报人员，应该更加隐蔽才是。炮击支援准备好了，随时听候命令。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啊，是在叫我吗？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啊，有新命令了吗？胆子大的人才能打胜仗，对吗？行装，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
轮到我了吗？好困啊。铁。开炮。好样的，有这么勇猛的士兵，我们还有什么仗打不赢？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铁。小事一桩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找到敌人吗？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哼哼哼，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指示吧。知道了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开炮。谨遵吩咐。侦察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雀。